在中国体育报近期呢头版头条将有一个文章，就是谁能阻止马龙的十五连胜。那么对王浩来讲，今天是一个机会。好，比赛开始，我们稍后介绍比赛的详细情况。开局王浩0-3落后。王浩和马龙在第一轮的比赛中相遇，当时王浩是输给马龙，马龙呢是中国的新生代，他的技术非常全面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明显漏洞。正反手的力量都比较大，现在是马龙的一个上升期。坐。这个球王浩呢在非常配合打比赛的是垫背半单位，是中国乒乓球协会和中央电视台，平半单位是乒乓世界和石盒子文体局，半主单位的是石盒子分闸比赛的。因为马龙呢，他今天整个球控制比较严密，没有给王浩出了太多上手的机会。王浩一上手的话，马龙基本上就是他就是搏杀，反手直接发力拉他，他直接是个防守。就王浩现在无意失误稍微多一点。但这一段打得还不错，现在把比分咬住了，现在5-8。就是他第一板和第二板的这个发力，然后就投入到比较相持。马龙呢上手能力比较快，而且比较凶，所以王浩就怎么样？漂亮！这是王浩的中分一板发力。今天王浩呢提前来了以后，我看没有。练习基本上坐在那儿，一直在按摩师在给他按摩他的肩，大概进行了15分钟。这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，高调互肩。这是一个高级短，感觉有点飘，而且具有很强的隐蔽性。三场双打是杨晓苏、徐克对马龙和吴浩。漂亮！马龙一直发短的，这个时候突然发了一个长的，而且是一旋转。马龙现在打球已经跟过去有所不同了，就是打得比较沉重，更加的有计划。打球啊，他开始落后那么多，但是非常的沉重，这都是超
实比原来打球要成熟。啊，包括刚才在对拉的过程中，在防守的时候突然一反拉。现在呢，马龙跟王浩呢，他也走得比较疯，而且王浩呢，他本身首先他的前三板八强里面没有打到前三。第二局开局，双方打成二平。马龙还走。马龙就是反拉，如果是往外反，是拉肩膀，马龙就反拉，想加一些反拉。
今天我打得比较凶，所以给往后压力比较大。而在箱子球里面的话，主要盯着往后的中间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使他不能够发挥他反手点，这样的话，王浩在这几天稍微加强测试的时候呢，稍微多了一点，显得好一点。主要是王浩开局的时候还是显得比较累的。各位观众，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新疆石河子体育馆为大家现场直播的2009年361度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石河子成渝房产赛区的比赛。当然今天比赛的中国乒协体育代表是赵辉，但是主裁判呢是来自新疆体育局的国际级裁判马约鲁，他也是曾经执教这个在北京的奥运会比赛进行了这个裁判的执场。副裁判呢是张宽先生。是唯一的连男带女的唯一的一个，那么今天王浩是否能够终止马龙的15连胜呢？所以这是一个看点。今天马龙呢主动把自己排在了第二主力的位置，就是上来抓王浩啊，这意图很明显。一会儿是白子小三角，你白子拉出身，一会儿发你这手进网，你白等我再回避一个正手。他打王浩打的是打得很清楚。拉的中路，就是相持起来以后，基本上是给王浩中路为主。你看这个球。